下一站，一中街纪光香香鸡，他在也是9月9号、9月10号出了一个新口味的炸鸡哦，很特别哦。一般炸鸡，你说炸鸡啤酒，你听起来就会觉得，一手啤酒啊，就加一盒炸鸡这样嘛，一般是这样子。他纪光香香鸡这次新口味，超出你我的思维啊，很酷的口感哦、啊。听说是18年的啤酒花嘛，反正18年的啤酒就对了。他去直接把鸡排酿，把那个炸鸡啊，直接酿进去，酿啤酒，也够屌了。真正你就可以每一口都吃得到真正的啤酒了，感觉就很赞哦。然后他还附你一个金黄的那个金沙酱，哦，有那个里面有蛋黄啊那些，金沙酱口感很棒的。一中街越多车，要小心。然后呢，体工在哪里啊？靠，要完蛋了！在这里，激光在那里，好了吧？既然骑进来，那就是一路闪了，考验技术的时间了。操，不行，太深入了。激光在对面。然后再靠一圈，平日哦，等于平日不是假日就已经啊，激光的一中店在里面，所以不是外面那间大间的。激光在这里哦，哎，来，你过。Hello。 全够了。台中的150哦。啊，九点钟哦，早点20。啤酒。Hello。你好。讲一下给他们看哦。有啤酒炸鸡吗？有。哦，好。一份是两个鸡腿，两个鸡翅哦。哦，好，好，那三个。三份。哎，对，对对。啤酒炸鸡在这里95元。好。三份是285。好。OK， 啤酒炸鸡这个9月9号、9月10号刚出，一份95了，里面两个翅，两个腿，然后完全把啤酒整个融入那个鸡肉了。我记得感觉不错，下次吃那福建炒面。9月10号今天刚卖而已。喂，好，喂，不好意思，喂，谢谢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20元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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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怎么出来了？
群人哦。哇，怎么出来了？